四宝。而除了这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样不可或缺的文房第五宝，那就是印泥。无论是文件签署还是书画前印，都需要在方寸之间前上一枚鲜红的印章。可以说，古往今来，印泥都是文人雅士必不可少的物品。上海鲁安印泥一经面世便风靡一时，得到了张大千、吴湖帆、贺天界、王福安、陈巨来等书画篆刻大家的青睐。至今，它已然是上海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相关部门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鲁安印泥榜上有名。据史书记载，印泥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秦汉时期，当时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作泥封的泥丸。到了明代，文人画的兴起，印泥被广泛使用，成为书画作品的一部分，印泥的制作也受到了重视。上海鲁安印泥的创始人张鲁安是民国时期海派艺林的一位著名人物，其家族经营的就是近代史上杭城六大国药铺之一的张同泰国药号。张鲁安不仅继承了家族的经商天赋，还在金石篆刻和印泥制作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来到上海之后，他有幸拜得著名书画篆刻家赵叔孺为师，在精研篆刻技巧之余，张鲁安还大力收集印章印谱，被人们称为印痴。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印泥对印刻的重要性，加上出生于药商世家，他认为制药和制印泥有相同之处，因此下决心自创印泥。比方说朱砂、蓖麻油、艾绒组成印泥的主要的原材料多是出自于中药材，因此张鲁安他研制印泥，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张鲁安一方面通过化学和物理的手段对印泥的成分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史籍中记载的制作方法逐一进行试验和分析，获得了大量的数据。他潜心研究原料和工艺，通过数百次一丝不苟的试验，历经18年不断努力，终于创制出天下闻名的鲁安印泥。那么张鲁安先生所做的印泥呢，它有几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在热天使用的时候呢，它的泥质不烂。第二个特点呢，在冬天使用的时候，温度低的情况下呢，它的泥质呢也不硬。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鲁安印泥呢，它打在纸上呢有立体感，它不会随着日月的增加呢而消失它本身的颜色，因此呢是永不褪色。第四个特点呢，它尤其是打篆刻当中的细珠纹，它可以连打几十方不走样，这就是一般印泥所做不到的。鲁安印泥通过手工操作和自然氧化制作，整个制作过程包括研珠、搓艾、制油三道工序。张鲁安研制印泥的过程极其严苛，朱砂需要一粒一粒的挑选，艾绒需要一根一根的拆分，
蓖麻油至少需要晒至3年以上才能使用。如此精细的原料，精致的工艺，才能制作出无比精美的鲁安印泥。而这种精细、精致、精美的气息，与上海这座城市所散发出的精神魅力完美吻合。那个时代，印泥的制作技术都是高度保密的。张鲁安从来不认为他花费多年研制出的鲁安印泥制作技艺需要严格保密。他将鲁安印泥的配方和制作技艺传授给了高士雄和福继良。同张鲁安一样，福继良制作出的印泥除了自用以外，都免费赠送给译林同道。在我记事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几十年以前嘛，那么就看到父亲在调制印泥，我就记得我爸爸就是做完印泥以后叫我骑着自行车把这些印泥呢分送到上海的海派的大家，比方说唐庸先生的家里、陈十八先生的家里、吴青霞老师的家里。这些艺术大家作为给我爸的回馈呢，就往往过了若干天以后呢，那时候是用邮寄的方式，我记得我们市区是4分钱一张的邮票，一个凭信，里面会寄上一张画、一张纸来交给我父亲。那么我就知道他们这些文人墨客之间的，他们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交流，作为一个艺术的交流，在无形之中的交换。鲁安印泥制作技艺为海派文化的发扬光大贡献了重要的力量。为了推广印泥文化，在多方面的努力和推动下，由福继良之子福海贤担任讲师，在上海五四中学、上海行健职业学院等院校开办鲁安印泥传习工坊、大师工作室等印泥文化传承基地，让学生们亲身融入鲁安印泥的制作过程，学习印泥手工制作技艺的同时，体验文人墨客的儒雅之气，感受上海城市精细、精致、精美的精神魅力。如果我们把海派文化比拟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那么想要为其赋予灵魂般的一枚红印，鲁安印泥不可或缺。